严法。我生不是非凡生，乃是玉皇老君生，本生现生。东起五里，南起五里，西起五里，北起五里，中央起五里，五五二十五里，一子神。五经知道你的名，狂风吹散九霄云。此法老君传于我，吹一个好一个，吹一双好一双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五生不是非凡生，乃是玉皇老君生，本生现生。东起五里，南起五里，西起五里，北起五里，中央起五里，五五二十五里，一子神。我今知道你的名，狂风吹散九霄云。此法老君传于我，吹一个好一个，吹一双好一双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这个方法呢，调理眼睛。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啊，它这个调理是非常简单的。这个方法用剑指对着患者的眼睛啊，单指也好，双指也好，念咒语，念一遍咒语，吹一次眼睛。吹的方法和乳腺调理的方法一样，左眼左吹，右眼右吹，而不能说把左眼吹到右眼，把右眼吹到左眼，把病气向外吹。念一遍咒语吹一次，念一遍咒语吹一次。五生不是非凡生，乃是玉皇老君生，本生现生。东起五里，南起五里，西起五里，北起五里，中央起五里，五五二十五里，一子神。我今知道你的名，狂风吹散九霄云。司法老君传于我，吹一个好一个，吹一双好一双，无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啊。这时我们的左手接老君诀啊，老君诀，老君诀啊，用剑指对着啊这个患者的眼睛啊，老君诀，无名指在中指之后，食指放在无名指上，拇指压在中指的中节啊，这个小拇指弯曲啊，然后念完咒语啊，两下撼动病气，一下长吹啊，吹走病气，双目微闭就行啊。调理的时候患者是微闭状态，眼睛啊，这是化缘法。化缘法呢还有一个符，这个符呢是云头鬼角一个扇子。